幾留意右手嘅。盡量唔好有一個，即係其實啲客上弓轉落弓係最考你嘅手指尾咧，係能唔能夠平衡到？好似嗰啲玩體操運動嘅，男又係，女又係啦。其實佢哋嘅訓練係高強度，佢哋係要練到啲動作，其實好難噶嘛，係好似反地心吸力咁樣。嗯、但係佢又要話俾你聽，我好容易係做到呢一樣嘢。佢唔可以俾人見到佢咁樣震曬，佢、嗯、知道佢唔係到做嗰下動作，佢先知道自己要用幾多力。佢未做之前，佢已經知道噶啦。其實芭蕾舞都係全部係控制嘅，係好人為。但係人為之中，佢係佢嘅目標係要好自然，佢係要俾你睇感覺到係好似凌空，好似慢動作。所以佢咪啲腳趌起啊，係、嗯、啲手啊，全部係好似冇重力咁樣。咁我哋拉琴嘅時候係就唔可以咁平面。哦，我淨係拉，其實係拉背後嘅嘢先係。你的耳仔你是不是可以很 focus 聽到 去到很細緻它轉接的那一下，因為其實如果我們不是聽這些東西，我們不會第二些東西聽了。